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艾森教练。那今天呢，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所以我们都没有办法去外面的健身房或者是体操馆去做一个运动。那今天就是想要来教大家来做一个居家的运动。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呢，会有倒地的一些简单的动作，以及核心，还有下肢，都是会走比较基础，可以在家里自己运动的动作。那我们就待会就直接开始。那这也是我第一次直播，有点小紧张。那我就现在先从介绍待会你需要的东西是什么，这样子。今天只需要两个东西，那第一个就是帮我准备一个瑜伽垫，那第二个帮我准备一条跳绳，就是待会居家的运动都会需要的简单的小东西，这两个就够了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直接开始，先从做操，待会会慢慢进入到主要的动作。好，那我们先开始，来，脖子往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，来，脖子绕圈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，换边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，来，肩膀伸展，一。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来换手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来手臂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换手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双手往前绕圈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往后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来左右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帮我拉大哦，往下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来肚子绕圈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往边，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来膝盖绕圈，一二三四五，往边，一二三四。来往下蹲三下，蹲下站起来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好，来我们简单做一点原地的动态动作就好。好，来我们先原地跑，原地小跑，来原地小飘，来准备开合跳十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原地小跑。好，来抬膝跑，高腿跑，尽量去踢你的屁股。好，原地跳，最后开合跳十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好，原地走一走，呼吸喘一喘。待会如果你不会喘的话，在原地的帮我坐下来。好，这时候你就可以拿出你的瑜伽垫了。那我们先把瑜伽垫铺好，因为我们待会会做一些伸展动作，因为怕地板太硬的话，你再做这些伸展动作不太舒服，所以先铺一块瑜伽垫，至少让地板软软的。
坐下来，帮我把你的双脚打开，好，正劈往前推一点点。来，我们双手抓单脚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，换脚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，好，我们双手往前，摸到最远不行的位置就停住了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来动态推十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好了，我们转到侧面去，不用，来弓箭步，人有在里面吗？好，来弓箭步，把你的身体挺起来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，好，来把你的脚趾慢慢的往前抓，往前抓，抓到你不行的位置，好，就在这边，双手记得扶在你的左右边，不同边的位置，好，不要扶在同一边，扶在左右边，这是侧劈动作，可以拉多远就多远，但不可以拉伤哈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好，慢慢的收回来。来，我们转身，换另外一边，来弓箭步，挺住。一、二，尽量把身体挺起来。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来脚趾。双手先帮我扶好地板，慢慢的往前抓一点。好，去拉你的腿后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好，慢慢的收回来。来，我们坐下来，把你的双脚合起来。好，脚尖帮我勾起来，双手去抓你的脚趾，停住不动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，好，来双手放脚踝的两边，帮我尽量推远，可以的话尽量超过你的脚踝，推十下开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好，双手画到后面去。来，手指帮我朝后面，手掌撑好之后，屁股慢慢的往前推一点，慢慢的把你的肩膀拉开之后，手指往后抓，再把你的肩膀角度再拉大一点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。八、九、十，好，来双手放下来旁边，双脚拉到后面去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好，下来，你转身，放松你的肚子，下巴帮我抬起来，尽量看天花板，一、二、三。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好，屁股微微的往后，来，我们的肩膀要往下趴，胸部跟你的下巴要碰到地板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好，慢慢的起来，好，帮我跪在地板，双手，因为待会会有一些简单的小倒立的动作，所以我们的手腕一定要热开。来，手腕帮我转一转。来，双手，手指向后，手腕往前压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
六七八九，来双手反过来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好，手帮我撑在地上。来，掰回你的双手，撑在地上，脚跪着，重心微微的往前，重心就是你的肩膀，那你的肩膀要超过你的手腕，所以肩膀往前超过手腕，让它有一点角度压在手腕上面，这个也是在让手腕的活动度更大一点，不然待会你在撑地板会有点不舒服。好，我们等一下往前的时候，就让你的脚背离开地板，好，让重心再更往前一点点，停在这个位置，不要动就好了。好，停住十秒，来开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，好，慢慢回来，放松一下。好，再一次，微微的往前，一、二。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好，放松回来。好，手腕应该会有一点点的不舒服，因为刚刚是刻意把他的脚部压大，为了让我待会在撑的时候比较不会那么不舒服，所以现在一定要尽量的去把你的手腕压开。好，待会我们手撑前面。一样的角度把它绕出去之后，肩膀超过手腕。好，我先往你的左边开始绕圈圈。好，待会左边绕五圈，右边绕五圈。来，手都先帮我撑好你的地板。好，重心微微的超过手腕，来开始往左边绕圈。一、二，角度要压大一点哦。尽量把你的重心拉出去，四、五，加油，换边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好，接着我们把你的掌心掰回手指贴在地板，一样是跪着。可以的人，你的重量就稍微压一点上去。好，待会你的掌心要往上推，掌心往上推，手指帮我留在地上。好，你脚先撑好。来，待会这个动作做十下，只做一次啊，所以要用力做。来，预备 ，Go！ 掌心往上推，一，慢慢下来，二，三。四、五、六，记得手指一定要贴好地板。七、八、九、十。好，手臂应该会有一点酸，所以我们手稍微稳一下，休息一下。好 ，OK， 来，接下来的动作。会练到肩膀这个位置，肩胸这边去推远，因为我们待会支撑的动作会比较多一点，所以这个热身一定要做够。来，膝盖跪好，手帮我撑到最远，最远，到你不行的位置就停在这边不动，然后帮我把你的五只手指头撑起来，掌心离开地面，五只手指撑起来。要以自己能力范围为主，这个位置停住。好，来看一次哈，我们再讲一次。待会膝盖帮我跪好，手撑好之后，先走到最远的位置。好，最远的位置停住不动了之后，把你的五只手指头立起来，停在这里不动，开始喽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。八、九，好，回来。你如果觉得有一点轻松的人呢，那你就可以再稍微走远一点。好，但不要以
撑不起来，那就太远，就可以再近一点，自己抓自己可以的距离就可以了。来，再一次啊，好，撑到最远，来，我这时候撑起来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好 ，OK。来，手腕转一转。好啊，刚刚所有叫各位同学准备一条跳绳，好，但这条跳绳现在还只是要拿来跳。待会打开，以你肩膀待会转的过去的角度，啊，这个叫转肩膀。如果没有跳绳的人，你也可以拿毛巾或者是你有弹力带都可以使用，或者是扫把、棍子都可以用。好，我们抓。尽量转过去，哎，这个如果太轻松的话，对不对？我们这个一定要有一点转到你肩膀的感觉，所以待会去抓你稍微有感觉的开度就好。太窄你一定过不去，太开太轻松又不行，所以抓刚好的开度。转过去，转回来，做十次。来，开始喽，一、二。三，夏老师的肩膀就稍微硬了一点，所以我抓的开度就会比较开。可是我这样子还是有转到肩膀的感觉，所以我这个开度就够了。因为不要让这个动作变成会受伤的动作，这个是只是在帮你的关节活动度再拉更开一点。还在两下，球，是。好，一样抓着这个跳绳，或者是你的任何一个正在使用的东西，抓好之后，来帮我脚打开，手举高，往侧面拉一下你的侧腰，请注意，二、三，站起来换边，一、二、三，站起来换边，来，我们重复来回再做两次，一、二、三。站起来换边，一定要有拉到侧腰的感觉哦。二、三，站起来换边，最后一次，一、二、三，来最后一次换边，一、二、三，好。来，我们休息一分钟，喝个水，喝个水，稍微喘一下。好的，我回来了。来，喝完水，不会喘了，我们就要开始我们今天的主要动作了。好，待会一样，瑜伽垫就直接帮我铺出来。好，我们先撑在上面，做一些简单的小技巧动作。好，待会你可以把你的瑜伽垫弄成直的，因为如果你怕你往前倒的话，会摔到自己比较硬的地板，这样就比较危险一点。那我们先把瑜伽垫拿直，好，打直之后，待会在上面坐的话，假设真的不小心往前倒，那至少前面还有一点软垫可以帮助在摔下去的时候，来尽量不要摔啊。好，来，接下来我们的动作是蛙式。那蛙式呢，在瑜伽界也是蛮多人在练。待会先帮我把你的肘肩，好，手肘的肘肩靠在你膝盖的两只脚内侧，这里有一个窝，顶好它之后，顶好它感觉有卡住了，再去碰地板，卡住了再去碰地板。好，那你就可以试着一样，重心以肩膀为主。重心以肩膀为主的去往前，你等一下一定要敢往前，好，手机的微温，一定要敢往前，不然你会没办法撑起来。好，肘肩顶好膝盖的内侧，重心往前，让你的双脚离开地面。好，老师先做一次，来，双手撑好膝盖内侧放地板，好，重心往前，让你的脚离开地面。停在这个位置，
等一下这个动作会做十秒，十秒，那我们做三次就可以，好，来，好，我做一次侧面哦，来，肘肩顶好，膝盖内侧，好，重心是你的肩膀，重心往前超过手腕之后，让你的脚离开地面。好，这边有一个问题，待会假设你的脚没有办法离开地面，没有关系，没有办法离开地面不代表没有练到这个动作，一样帮我把前面的步骤做好之后，顶好地板，重心往前到你的脚尖立起来，像跳芭蕾一样，脚尖立起来还是会有微微的往前，那这个支撑点还是会在你的双手上面，所以待会你就可以试着，如果脚没有办法离开的人，那就帮我微微的往前，往前，点在地板也没关系，但你可以试着去让他离开看看，好不好？来，这个动作我们要准备开始了，做十秒，十秒做三次，好嘞，准备，来，待会帮我把你的肘肩先顶好膝盖的内侧。膝盖内侧这里有一个窝，你脚弯起来，这边有一个窝，顶在这里，记得是微弯，打直你顶不到东西。好，来准备喽，来肘肩顶好，膝盖内侧，手撑好地板。来，我们重心往前，让脚离开地板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。好，起来，来手腕转一转，准备第二次，肘肩顶好，重心往前，脚离开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，哎。已经完成两组了，还有最后一组，大家加油！想下来，你就可以稍微转一下手腕，因为现在都在压手腕，手腕的很紧。那如果假设你在撑的时候，手腕的重心点这边不太舒服的话，那帮我把你的双手微微的往外张，中指往外张开。好，肘肩顶好，膝盖内侧，手腕不舒服的人记得帮我外张，重心往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好 ，OK。来，我们休息三十秒，待会换下一个动作。好，来下一个动作也是我们踢倒立的基本动作。那待会帮我把你的瑜伽垫打成横的，好，因为我打成横的，让你这样子比较好看这个角度。好，待会把你的习惯脚踩出来，先做习惯脚，但我们两边都会做，所以不用紧张。待会两边都会做，习惯脚弓箭步踩好之后，来双手帮我放地。好，帮我把你的后面这只脚举高，前脚要微弯哦，后脚举高停在地面，眼睛帮我看双手中间，不是脚背压动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好，来我们换脚，后脚帮我举高，用力。三，眼睛记得都要看双手。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好，收回来。好，我们接下来的动作会有一点微微的小跳。来，换回刚刚的习惯脚，弓箭步踩出来，双手扶地板。好，后脚举高之后，接着前脚要有一点作用。前脚帮我轻轻的跳一下，但后脚不可以碰到地板，后脚都要维持在上面。
对，轻轻的跳。待会我们这个动作就跳十下，会有点喘，所以记得在做的时候不要憋气，还是要尽量的去呼吸，不然会很快就疲劳了。来，我们准备了，弓箭步踩出来，来手撑好地板，后脚举高，先伸直，来帮我脚背压。三、二、一 ，Go， 往上跳十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好，站起来，原地走一走，会有点喘，自己稍微收腕，伸展一下。来，待会要换脚哦。好，来换脚，弓箭步踩出来，双手伸直。来，后脚帮我举高，脚背压。好，来，三、二、一，跳十下 ，Go！ 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好。脚一定会有一点酸，屁股一定会有点酸，所以要抽筋的人赶快去拉一下你的屁股，去拉一下你的屁股。好，来下一个动作，来待会脚踩着，我们这一次把你的双脚稍微踩高一点。好，这个要注意你的重心。待会双脚踩高的时候，我先假设一下侧面给你看。待会双脚踩高的时候，麻烦帮我注意你的肩膀，不要超过手腕，因为超过手腕会变成重心在前面，那你的重量就会压在手腕上面，会很重。也就是我们的一个动作叫二顶。那如果你一直停在这个二顶的位置，你会很吃力，所以不小心垮掉你的脸就会掉到地板上去。所以记得切记切记，肩膀不要超过手腕，宁可你顶不住直接下来，也不要超过手腕用摔的。好，所以下来都要自己小心一点。来，待会双手顶着，眼睛都看得到自己的肩膀有没有超过手腕。这一次我们要把脚稍微踩高一点，停在这个位置不动30秒。够了，10秒，20 9 8 7 6 5 4 3 2 1，下。好，这一次又会比刚刚踩比较低的那一次又整体的重力又更大了一点，因为脚踩高的时候，你的体重加那个力量压下来的时候，手的支撑感就会比较重。那如果这个你在做的时候发现你的手腕有点不舒服，一样照刚刚我们前面在做的，把你的双手往外张开，这样子去撑。好，加油，我们还有两组哦。9 8 7 6 5 4 3 2 1，对，来踩高，2 3 4 5 6 7 8 9 10，加油，2 3 4 5 6 7 8 9 20 9 8 7 6 5 4 3 2 1，好，下。好，这个动作你可以稍微有一点
进步的空间就是说，如果你在做这个动作觉得有点轻松的人，那你就可以试着让你的脚再踩高一点点。但这个动作绝对不可以勉强，因为如果踩高你是控制不住的人，你可能就倒过去就，这样就比较危险。那适量就好，你可以踩多高，自己去控制，都要以肩膀不超过手腕为主。好，讲完你剩十秒可以休息，准备喽。来，五秒，最后一组，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来，脚踩高，停住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眼睛帮我看手中间，七、八、九、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 ，OK。好，下来休息一下，又是休息一分钟的时间，那这个时间你就可以赶快做伸展，喝个水，稍微喘一下。我是几分开始？一样帮我注意你的肩膀，不要超过手腕，宁可在手腕后面没关系。好，待会把你的一只脚举起来，所以你待会只有踩在墙壁上的脚只有一只。这个动作我们会一次完成30秒，所以15秒的时候帮我换脚，15秒的时候帮我换脚，所以一次等于你会做到2只脚，15秒。那我喝15秒，那就换。另外讲15秒就下，那这样就是一组一样做3组。来准备喽，好，来量力而为哦，不用自己举多高，尽量做就好。来，双脚踩好，单脚帮我离开墙壁。组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。七、八、九、十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十五，换脚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三、四、五，好，下。来休息30秒，好，30秒，赶快做一下伸展。来加油，我们还有2组哈，准备第2组了，双手帮我甩一甩。来，第2组，预备。来，脚先帮我往上踩。好，来，各单脚离开。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换脚。一、二、三、四，眼睛看手中间。七、八、九、十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往下。好，一样，赶快甩手。
来，这个如果说你做15秒的时候已经有点吃力了，那你要担心两只脚没有做到平衡，那没有关系。这个动作只要你感觉到第一只脚在撑，假设10秒、5秒都没有关系，不行你就换脚。好，两只脚停差不多的秒数就可以下来，不一定要停到30秒，因为我是说这个动作都是以你自己的能力。我们的规定秒数就是30秒，那你自己去调整。做不到30秒没有关系，慢慢去叠，一定会慢慢进步。来，最后一次。来，单脚举高，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5、4、3、2、1，换脚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5、4、3、2、1，下。好，双手甩一甩。来，我们倒立的动作基本上就是这几个：蛙式、支撑、劈腿、踩墙壁，这些比较基本的可以在家里自己练的。倒立的部分、手的部分就先到这边结束。来，待会下一个是核心。喝个水，休息一下。休息30秒，最后一组。
感觉腹肌已经有点酸的人的话，赶快帮我做伸展，肚子赶快拉一下。最后十秒，最后一组，加油！稍微撑一下，快结束了。四、三、二、一 ，Go， 稳住哦。十秒，屁股夹紧，肚子不要垮掉喽，撑起来。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好。我们休息一分钟。来，待会下一个动作是棒式的收腿。好，所以待会棒式撑起来之后，帮我把你的脚收右脚去碰左手肘的感觉，收左脚碰右手肘。好，所以就是这样子，连续、连续、连续收，不要停，一样会做三十秒，三组。加油哦！那我们还有15秒休息时间，稍微喘一下，让肚子、核心稍微拉一拉，等一等。来准备了，四、三、二、一 ，Go！ 收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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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点跳，健康操的感觉。肚子记得不要垮掉，撑住哦，15秒，连续收，连续收，连续收，撑起来，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休息。这个就会有点左右腰去出力的感觉。所以我们不能只练中间，旁边也是要兼顾一下。来，15秒，加油，准备第二组。准备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 ，Go！ 收脚，收，收，连续收，加油，加油，收。十秒，膝盖尽量收进来，膝盖尽量收进来。最后十秒，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休息。来，赶快伸展一下你的腰。还有最后一组，大家加油哦！来，准备十秒，最后一组哦，要加油，要冲刺喽！来，五秒，四、三、二、一 ，Go！ 收脚，收，收脚，收脚，右脚，左脚，加油！十秒，撑住哦，用力哦，不要停哦，加油！我边讲边做，也很喘。好嘞，撑住，撑住，加油！最后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休息。来，稍微喘一喘，好，休息一分钟，可以喝个水。你的核心一定会蛮酸的，所以刚刚的动作做完，赶快去做一下
让腰放松下去，肚子拉一下，侧面也可以拉一下。好，讲到侧面，待会我们就是要做侧面的动作。好，待会停在侧面的位置，我们的手肘靠着地板。待会帮我注意一下你的肩膀，肩膀要跟你的手肘是平行的，所以不是这个姿势啊，也不可以太近了，太近了你肩膀就会拐曲。所以肩膀会在你的手肘上方，手可以握拳放松都可以。好，待会要把你的侧腰顶起来。好，顶起来之后，帮我把你的手往上延伸，眼睛去看你的中指这个位置顶住。好，我们等一下一个动作会做20秒，那20秒后就换别人20秒，所以是左右同时做完一组，这样就算一，会有3组，这是最后的3组，要稍微加油一下，准备快要结束了，来撑完哦。好，来5、4、3、2、1 go， 挺起来，双手举起来，举高，手顶起来，眼睛看中指，稳住哦，10秒，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休息，换边。来，顶好哈，一次做完了，出发 ，Go！ 顶起来，眼睛帮我看你的中指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休息30秒，好，待会再回到另外一边。好，如果这个动作对你来说，你的侧腰可能还蛮强的哦，那没关系，待会可以进阶再加一个小东西。好，来，再10秒，加油。3、2、1，来撑起来，来双手帮我举高。举高之后，如果你觉得刚这个动作太轻松，那你帮我把你的外侧脚举起来。10秒，9、8、7，眼睛看中指，5、4，肚子往上顶，2、1，好，下来休息一下，换边。Go。起来，太轻松就把脚举高。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。好，下来休息30秒，我们最后一次，快结束了哈。来，待会最后一组。如果你觉得刚刚起脚，还是有点轻松，你的侧腰真的是叉叉太强了哈。那我们待会撑起来的时候，除了脚举高之外，那也就像那个有氧一样哈，那个有氧就是这样子开脚，待会你的脚就是在上面这样子开。好，可以试试看哈。来，最后一组，再5秒。4、3、2、1，来撑起来，手举高，来开始喽！2、3、4，加油！眼睛看你的中指，8、9、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好，下。来，在做这个开脚的时候，帮我注意你的肚子。如果它是一直垮掉的话，那你就别开了，就开的尽量。因为我们这个是练侧腰，所以侧腰要往上顶才是重点。来，最后一组 ，Go， 顶起来，1、2、3、4，
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好，下来，好，休息一分钟。我们刚刚前面有讲了，我们会有双手支撑的动作，核心，还有最后一个下肢。按下肢，因为时间的关系哈，所以不会做太多，只有一个动作而已。待会请把你的跳绳拿出来。好，来，最后一个就是要做我们刚刚前面有讲的，有一个下肢的动作。好，那很简单，就是把你前面准备的跳绳拿出来。那这个部分呢，瑜伽垫可以收起来，避免你等下在甩的时候去卡到它。那如果其实家里空间不够的人呢，你不用用跳绳也没关系，你就当作你有跳绳在，就跟着跳就好。我们等下会有四个动作的变化，那第一个呢，就是很简单的原地双脚去跳。那第二个动作的变化呢，去加一个跑步，一脚一圈，一脚一圈。第三个动作呢，就是像拳击手一样左右的垫步，这是都是练一些协调的训练，然后一定会对动作有一些帮助。那第四个就是双脚，双手要加速。好，就这四个动作，每一个动作我们会做20秒。那听到我喊20的时候，就去做一个变化。那我们休息10秒，准备就来开始我们的最后一个下肢跳绳变化。来，5秒，4、3、2、1 ，Go！ 轻松跳，10秒，5、6、7、8、9，变化，跑步。如果你觉得没什么拉到的感觉，那你可以再微微的往后
但膝盖要尽量把我伸直。除非你抓不到自己的脚尖，那你抱着你的脚踝也是 OK 的。好，来，我们双脚一起往后，脚尽量去碰后面的地板。好，下来，我们伸展肚子，转过来。好，肚子放松，下巴放松，好。好，刚侧腰的核心也做了很多，那我们侧腰也稍微拉一下。好，反边。好，不是只是坐着哦，要撑起来哦，让这里有拉到的感觉。好，我们身体转过来。来，因为刚刚倒立做的比较多，所以你的手腕一定会有点酸痛不舒服，这都是正常的，所以我们稍微伸展一下你的手腕。过来，往左右压一下，好，手腕转一转，来，双手把你的脖子往下拉，好，脖子转一转。好，手腕转一转，双手甩一甩。好，慢慢的站起来，肚子绕一下，原地跳一跳。OK， 我们今天的课程就上到这里结束了。那我们也有个人的体操频道，如果你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去看一下。那今天如果你还有什么问题的话，也可以留言下面告诉我。想练的东西都可以告诉我。那我们今天就上到这边。下课。